奇怪了，你对这些事情这么有意见，你干嘛不出来竞选呢？啊、我们两个人搭档，我把赵康给扔了。对啊、就是你到底要不要选嘛？你为什么不要选？我又不傻。赵少康先生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说什么？我又不傻。那你觉得他很傻吗？那赵大哥他要去选，因为他不像我能唱歌。那你什么时候会感觉不对，要离开综艺界？你觉得你会有年？今年。今年。Yeah. This year. This year. Yeah. 分分秒秒。